我们今天讲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广西，普遍比较多，然后其他地方很少的一个东西啊，叫什么呢？叫紫竹梅啊。紫竹梅呢，它不是吊竹梅啊，吊竹梅呢，它上面叶子呢是绿的，我讲过啊。然后这个紫竹梅它全都是紫的啊，别的地方没有嘛，所以说别的地方药物制这块呢，它可能就说没有什么太的记载。广西中药志里面就专门对这个草药有记录啊。在广西中药志里面它的那个味呢比较淡，甘性凉，而且是有毒的啊，它是有毒的，但毒呢不是很大。然后呢，归经呢是入心肝二经，然后在泉州本草里面呢讲的是入肝胆肾膀胱四经啊。它虽然就有毒，但是呢是药三分毒哈，先知道这句话。然后它的功能主治就比如说活血利水消肿，还有散结散结是什么？散结石啊，还有就特别是结石这块呢，男生的结石一般很难散，除非说是女生，因为身体结构不一样，所以说散结这块呢是针对女生啊。还有就是解毒，还有治臃肿肿毒，还有就是那个瘰疬结核，还有淋病。然后广西中药志里面这样讲啊，就是活血止血，还有解毒蛇，治蛇疱疮，还有就是创伤，还有就是毒蛇咬伤，还有就是跌打风湿这块。泉州本草里面这样讲，利水退黄，还有解散败毒啊。那解散败毒这块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中药上面讲以毒攻毒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它其实最多用的地方就是那个散结，就是说可以去结石，还有可以解毒啊。适宜和那个禁忌嘛，它总会有禁忌，禁忌就是孕妇不能用，还有小孩不要用。因为草药啊，对孕妇来说就是除了安胎这样的一些药以外，其他的都不是很适合的用在孕妇身上啊。对，所以说大家记住，孕妇呢最好是不要吃中药，就说除了安胎以外其他的都还好，因为这东西看不见啊，是药三分毒，到时候你就说没科学依据各个方面的，那就不好了啊。所以说孕妇千万不要用这个紫竹梅。那本期讲的是紫竹梅啊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下方评论啊，我一一为大家解答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